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边帆，好久不见啊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枪手开箱了。没错，在忍者出来的前夕呢，枪手很像应该算是已经定型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先介绍装备之前呢，先来看一下他的秒伤有多么多么的凶残。主要是我今天如果介绍装备的话呢，黑之王就会死掉了。可以看到他喷血的数量有那么一点浮夸，而且现在这里我直接给他拉到130等哦。那这个秒伤呢，我觉得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麻烦，撤出关键的地方，因为他还不到一分钟就死掉了。那根据这个玩账号的主人跟我之前打的几局来看呢，大概秒伤会来到26亿左右啦。只不过这一局给他撤到24，有点尴尬。但是皮迪恩就这么死掉了，我的天啊，这真的是太扯了！而且他们现在这个伺服器的伤害也才126等而已，所以说如果在外面的话呢，应该会更快才对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再来给他看一只，我们再看一只，如果再撤一只秒伤。花费多少？但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难测的，因为你这边还有一堆东西要叠上去，一堆东西叠上去之后秒伤才可以给它叠到最高。不过呢，我们就直接看它最终的结果，应该就知道，这个伤害在这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凶残。所以只要20几亿就可以把皮里恩，也不能说及时的秒掉，但是伤害会变得那么的明显吗？还是说这只是我在训练场里面，其实在外面不会到那么的凶残的？但是讲着讲着呢，这只皮里恩又要死掉了，哇靠！25亿的情况就已经打掉了。那我这只皮迪恩从死掉到从召唤出来到死掉，总共是盯了35秒的时间。那我们这一次秒伤呢，还是只有24亿，不能说只有，非常的疯狂的数字。但是它本身会召唤啦，但是中间又有一段时间它是没有任何伤害的，所以秒伤会降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就已经不是重点了。重点是呢，你看我在开局的时候就已经把皮迪恩两只给打掉了。那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下他的装备是怎么样的配置吧。主要呢，他是玩灵巧的，我以为枪手都是要用幸运的，不过他的附属应该是幸运没错。对，他是先点灵巧然后点幸运，所以说他的体质就完完全全的牺牲掉了，不然的话体质应该通常都会去点体质啊。好啦，没关系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的能力的部分。首先呢，他带着是胜利武器狙击来福枪，狙击枪的他好像有分狙击枪跟散弹枪，对不对？可是对，我不是玩枪手，所以没有到很熟。然后他的能力是技能命中时有 0.1% 乘以幸运，所以这个是来到 55% 的概率增加一发子弹，所以我的幸运只要1000的话就是100%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并且下次狙击来福枪的普攻无视对方40%的最终误伤减免和最终防爆。不过这个是普攻，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差距，这个东西我就不去做探讨，我们只做开箱的部分而已。好，那再来呢是他的，没有忘记看他的那个附魔的部分。那他现在是经验加10，这应该是经验卷吧。然后呢，附魔的话目前还是走中央的灵巧跟幸运，所以他附魔还有附魔幸运。然后呢，卡片是暗神官十炮火术，再加上血海食人鱼圣属跟无属。对，他目前玩的呢是圣属的，吃圣属卷。那接着是我们的原子能力霰弹枪，对于自己距离小于2米的目标造成的伤害增加54%。你会不会太香了一点？我这个短攻猎看到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香，增加54%。如果所以是直接秒伤直接加上去吗？还是说其他武器也有不一样的效果？反正我觉得玩枪手的话，应该就是要玩金武为主啊，因为金武他的能力就有多两个能力，这样伤害会差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他的强化是180，然后经验的话是经验9，这是副武器，攻速跟物理攻击，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他的详细属性。然后附魔的话呢，等一下，这该不会不是中央吧？其实应该不是中央吧，对吧？中央。好，我这边也不是很熟，反正就给大家看，现在附武器的盾的话是灵巧加28。卡片的话是看智郎跟新人，主要是中小体型的征服。我打的是大体型的皮里恩，所以等于是这张卡片都没有吃到，哇靠！好，继续，然后是我们的皮甲瓦甲啦，瓦甲基地皮甲，然后是也来到加12，这应该也是经验卷上去吧？不管，好啦，有经验卷上去就很香，而且它指甲然后加12的话，物防跟模仿就加很凶残的效果了，主要是可以增加它的存活的几率。然后附魔的话呢是幸运，这应该是中央的没有错。然后配上飞龙跟冰玻璃，这是大家目前为止的，大家应该自从朱诺出来之后应该都蛮容易遇到的，因为你只要从头到尾都有在打的话。然后呢，瓦尔基利皮甲一样是改二的话可以插2张卡片，然后是附魔中央，然后是幸运灵巧，然后是傀儡跟天血鬼都是血量的增加。然后再来是鞋子的话，皮靴也是一样改2，然后呢附魔是幸运灵巧，所以他的幸运其实还蛮多的耶，对吧？蛮多的。然后虎王，然后配上邪恶夏日葵，所以他的 HP 如果把虎王拿掉的话应该可以再补一些上去，不过
如果在追网的话，霸体是还蛮有用的，反正就是不要被网搞来搞去，只要站在那边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用的是天然兔影胸针，然后是附魔对大体型魔物增伤。负面状态穿透哦，听说枪手都是要上烙印，那个伤害才会是高到一个离谱。然后呢是灵巧加70，好，然后是菊凡负面伤害穿透，负面伤害穿透。所以其实菊凡的负面状态穿透这么香哦，对啊，等于是14等的附魔哎，那这个是哪里的附魔？其实我不是很熟。对啊，哦，菊凡原来那么扯哦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暴击加24%，对他本身也要暴击，然后对大型魔物增伤，然后负面状态穿透再一个，然后负面伤害穿透，负面伤害穿状态穿透，然后最终误伤附加10%。然后这边配上的是替身人偶，替身人偶的话呢是最终误伤附加增加，然后本身有暴击率的补正。然后大型哦，他的武器虽然是中小，但是他这边就有附魔大体给他撑回来。然后呢，一样都是菊凡，我靠，直接6张菊凡上去。然后再来是时钟的部分的话，天使法圈敏捷跟幸运物理防御防法防御，好，这个倒还好。我在想这个游戏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个各式各样的头饰出现呢？然后阿修罗直接加50%，然后再来是旋转眼镜兽鹰，哇，有兽鹰又有虎王，那这一只打王的话基本上就是站着不用动了，只不过有点可惜这边还没有恶动，如果恶动的话属性增伤还会再多25%。那这样的话它的详细属性怎么搞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好，物理攻击呢，现在是来到了190,000。那这是暴击系的职业嘛？它的攻速是606%。其实硬要讲的话，它的攻速也是给它叠到满的。其实我不知道枪手的攻速到底重不重要，但是可以给大家看到，它现在枪手叠上去的话呢，应该是来到了1500%，但是也没必要，因为最终是1000%。那命中率的话呢，枪手也是需要看命中率啦，是202%，因为枪手子弹是会被 miss 的。然后它的暴击的话是148%加上27%，所以加起来呢是将近180%。低一点点，很像是跟观众说的一样，很多观众会问现在暴击需要多少，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数字。好，那最终伤害加深来到30，他哪来最终伤害加深啊？好，然后呢 HP 回复暴击附加有了427%，物理吸血24%，最终误伤减免，这个是因为紫装的关系，哇，真的好香哦。好，最终误伤附加是来到了295%，所以硬要讲的话呢，这个减200除以2，然后这个是直接295%，所以硬要讲的话，其实最终误伤附加很像有一点太高了。对，我顺便会说一下，对，然后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穿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硬要讲的话，这个可以低一点，这个可以高一点，可能伤害会再更凶，但是这也只是我说说，因为毕竟是别人的账号。然后呢，负面状态穿透的话是来到 131.7%， 然后最终误防效果是 176%，然后最终命中呢这边还有 10% 的补正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以伤害的部分没有了，种族克制的话呢，它没有特化种族，不过受不死系魔物减伤呢有来到-59%，哦，所以打不死会更不容易死掉。然后呢是属性克制的话是那个朱诺卡片的地方，然后是受地属性减少，然后无属性增强是117%，圣属性增强是117%，所以硬要讲的话呢，很像真的是穿最终误伤附加有一点太高了。如果他在补正弄好的话，可能会更凶残一点点。然后呢，他的大体型增加是106%，中体型是68%，小体型是67%。等一下，我突然觉得枪手会不会太伤了一点点？虽然说他什么都需要，但是这样子就已经来到这个秒伤了吗？对啊，除了大体型的稍微特化以外，其他没什么特化，欸，就已经来到这个地步了，有一点扯淡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的部分。技能的部分的话呢，因为毕竟我不是玩枪手的，所以我就只能看一下他放的是哪些技能。好，基本上呢是1、2、3、4，只有这两招没有放，然后放这三招没有放，然后只放这5招 ，OK。那我们一开始是血之烙印，听说就是枪手的最主要 meta 的技能，然后配上专注领域，在领域内每增加10%的最终伤害加成，哦，就是这个最多叠加3层，然后减少5%受到的近战伤害、远程伤害，就全部了，不是吗？还是又是一个最终伤害减免，然后呢，最多叠加3层，所以可以减少15%，所以它的坦度也说不定也是有的，然后持续60秒，然后 CD 的话是20秒，哇，其实蛮香的耶，这个技能。离开领域或领域同时消失时，等下他的领域哦，就是在这一块。OK， 好，那接着呢是制导导弹，选定标记选定位置，同时标记自身30米范围内有血之烙印的目标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所以它本身可以打一发烙印打下去呢，等于是打2发，然后2秒钟后呢，空中射下雷射，对标记范围内造成2079%的伤害。然后呢，物理攻击属性物理伤害，所以它是可以改的。然后该技能可以暴击，然后是每5秒可以发一次。如果以这个趴数而言，然后我就当做跟技能列比起来，我们技能列要3秒滞空的完全没有动作的能力才可以达到1200多%，哇，这真的好香哦，而且还2发，
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，应该就是放制衡导弹打它，然后它本身又有血之烙印，我的制衡导弹就可以打到两次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制衡导弹的伤害是高达 93%， 所以这是它的主力输出。哇，那其实好像有一点香欸。然后再来是闪光讯号，他这边也有丢，朝选定的位置扔出一个震撼手榴弹，可以吸附在敌人身上，跟随目标移动，手榴弹一秒后爆炸，然后对三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闪白的效果，持续三秒钟，然后在闪白的期间受到的伤害额外承受 80% 的物理攻击圣属性。哦，这个就绑定圣属性了，难怪他要圣属增伤。然后呢，该技能可以暴击，最多触发15次所以这个已经打两发了，然后不止，这个打两发，所以是4000多%。然后这个呢又触发两次，假设这样子的话，就代表着他是打到4000多两次，80%，8430%，7000多%。然后12秒一次，可是他没有到每一发哦，12秒打一发，哇哦！然后这个技能他是没有用的，主要是位移技。那这个的话，绝对贯通他也没有放，是消耗一颗子弹后空翻哦。也是位移技吧，应该是 PVP 还是特地打王要闪招的时候才去用它的。然后再来是白金时代，为自身施加神圣防御魔，持续10秒钟，然后持续时间内受到的远程物理伤害减少 99%， 等于是无敌嘛。然后并增加自身，哦，他的不死系是那个这个来的。然后呢，每次受到伤害时，使伤害来源的使伤害来源的移动速度减少，哦，应该是 PVP 啦，就是玩家的话，王的话应该不会。然后最终命中也会减少 50%， 持续2秒钟，累积受到11次伤害时，神圣保护膜会消失，然后神圣保护膜消失时会凝固周围的目标，对自身4米范围内造成伤害，所以它本身是让自己活下去的保命剂，所以其实也不太需要用它。如果以秒伤的部分的话，用它反而会减少自己伤害的输出。哇靠，它等于是只有一招而已，对吧，啊，它用一招的伤害去盯它而已。然后最后的话，魔术子弹，我们来看一下魔术子弹的能力，消耗10000 Zenny， 然后呢，对失真施加魔术子弹的效果，效果持续时间内减少枪械造成，自身枪械造成伤害变成念属性，同时自身念属性增强15%，持续300秒，那我需要吗？对吧，啊？等于是活生生的加深念属性的伤害而已。对不对？好，他就先放着，这个地方他也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去做更多的探讨了。好，那他的自定技能的部分呢，是完全没有去用的。哇，突然觉得枪手好像有点香。看起来他的技能很多，但是需要用到的也不需要那么多技能的。好，那他再来是我们看一下宠物的部分。宠物的话，他这边放的是溜溜猴，溜溜猴是五星 S 级60等。物理攻击 15%， 爆伤附加 178%， 所以他的爆伤附加基本上都是溜溜猴来给的。然后物伤附加是 75.4%， 这边的话应该是已经有洗过了。哇哦，物理攻击、最终攻速，这个攻速其实变得太高，对不对？然后物伤减免跟物防效果，可是主要是这两个东西给他上去。其实宠物到后面他加强的伤害是加的有点多，然后他这边的装备是有给他写上去了，将主人变成地属性的铠甲，持续时间降低主人受到地属性魔物的伤害。然后再来的话是状态，提升主人哦，其实这个不错，以地属性而言的话，对吧？就是反正不要用把它变成地属性攻击嘛，不然的话这个圣属性东西就吃不到了。然后最后的话是硬化皮肤，又是状态抵抗减免哦，那两个硬化皮肤就让自己比较不会被搞，其实这样子也不错啦，反正就不用它的属性，那我就吃它的技能，尽量能吃则吃。然后最后的话呢是我们的影装，影装的话这应该是狙击枪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看起来的话是狙击来福枪啊，对不起，来看一下狙击枪，狙击来福枪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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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下他能力是什么吧。首先是名章这个部分是还没有给他升级完的耶，对吧？这个是还可以继续升上去的，至少幸运啊、灵巧啊这些升上去应该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差别。然后物伤附加、爆伤附加这边也可以再继续升上去。然后拓文的话呢，基本上该点都点，攻速没有点而已。那这边的话，它是优先先选择点满了。然后能力的话呢，这边就选择是制导导弹，伤害造成的伤害再提高 84%。这个 84% 是2000多%乘以 84%， 还是说2000多%加 84%？ 我总觉得是乘以。如果是乘上去的话会不会太凶？他这边的话呢就完全没有用，也没有去升级。哇靠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魔术子弹哦，所以他应该是要开魔术子弹去吃这个的8秒钟吧。自身物理百分比增加 15%， 可是他现在攻击力是19万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先手动开一下，
手动开一下，19万低的情况下开到21万，所以其实如果手动开这个的话可能会更香，但是它只有2秒钟一次，如果把它放在 AI 里面的话反而会变成一个搞事嘛，对，就是被你搞自己，但是这个我就没有再去探讨了。不过这样想想好像真的有一点香耶、欸，对吧，真的有点香过头了。好，再来这个能力，它放的是专注领域，释放专注领域后获得三层专注防御的效果，每层专注防御可以抵挡一次物理伤害，在专注领域内每19秒额外获得两层专注防御，只是让专注防御的叠层速度变快。看一下、哦、它的叠层哦，只要我开上去直接就是加 30%， 所以等于是常驻 30% 最终伤害加深，而且这最终伤害加深除非你今天是用上白装或是用上一些蓝装，然后打小兵才会有的，而这里呢直接就给你吃到了。如果再升级上去的话呢是每17秒，反而这个不用升级，难怪他这个没有升级，想说他可以升级但是没有必要，因为已经三层了，对，他不会消耗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的话他放的是血之烙印的决斗，进入决斗状态后呢自身物理上啊、哦，难怪他有说这个角色真的是偏向脆皮，然后呢还会减少物理百分比，可是物理造成的物理伤害又提高，哇，那这个要不要升啊？对啊，可是这个升上去的话呢，物理上防御降低更多，然后我们的伤害降低 5%， 提升 6%， 哇哦，好哦，哇，好香哦。那如果假设他见到隐七的话呢，为迷彩，这个是防御的部分，强制驱逐魔术子弹状态下有 50% 的几率对目标额外造成哦。如果是隐七学制强制驱逐，嗯。普攻，可是要知道普攻，他有在普攻吗？硬要讲的话，其实没有，哎、欸，其实没有普攻。然后再看一下，那再来的话是引发攻击处于血之烙印状态的目标时，额外哦 PVP， 哇，这个还可惜，这个没有用了。然后是装载装填过载，装填时有28%的几率额外获得一层加热的效果。那加热的效果在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哦。有了，看到这个加热的效果了。每次装填子弹时呢，获得一层加热，每层加热可以获得5点攻速，持续30秒，最高叠加6层。加热效果叠到6层时，会变成过载，普攻不再消耗子弹，而且并在造成伤害时额外造成9%的真实伤害。然后每拥有20点幸运，会额外再增加1%。所以假设我今天5000点幸运，可以除以2，就变250%。过载最多持续哦，才 1.2 秒。过载模式下无法使用主动技能，并在状态结束后移除说啊，那这个没有办法。那等于是枪手的隐七反而没有什么用。虽然说过载伤害会变高，但是不能使用主动技能，那就没有用。所以说，好，这个东西就再说。主要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技能吧，纯粹让他伤害给他增上去。哇哦，这已经不知道打死几次嘞，我的天哪！对啊，不过打得越多，这会越死得越快，就是会掉得越多。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，重点是他打起来的速度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疯狂，真的是看起来很香。我总觉得我有点期待忍者这个职业了，什么时候短攻也可以这样子呢？好，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战斗成就的部分吧。战斗成就的话，这边放的是灵巧跟体质，基本上都这样子弄。然后呢，最终误伤附加。那这边的话，它还没有去开启。开启的话是防御的部分啊，让血量更高或是防御更高。它这边的话，开启误伤附加跟火属还有念属啊，这个地方的话是它目前放的样子。那我们就看这个状况就好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枪手的开箱啊。我突然觉得枪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香啊。好了，那这影片就给它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这位账号的主人提供账号给我们来看一下枪。枪手这个神秘的职业，那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3、2、1啊，拜拜。